大家好，我是中国香港来的演员范少获，是这个五个猎人的其中一个，叫做宝宝。今次我这个角色呢，是一个管家，是什么都吃，任何东西都吃的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只不过有一样东西比较特别的，就是说他是好练到很大只，但是他不懂打架。今次是第一次和一个正式的韩国的即係團隊，韓國導演啦，韓國嘅攝影啊，所有嘅啦，去開工咯。溝通上面都唔會有太大問題，而且電影組裏面咧都會有好多嘅翻譯啦，去幫手去大家做配合啦。所以我覺得好多嘢都可以好快溝通到，都冇問題咯。係啊，呢樣嘢真係非常之好。歐巴，救救我！我覺得《賞金獵人》係一個幾有趣嘅，任何一方面都會帶俾觀眾會有新鮮感啦，同埋會有好多看點嘅，一定會令到大家 由入場開始到散場，一定會喺度好開心嘅。我希望觀眾會鍾意《賞金獵人》呢套戲。